不是，他把剪刀递给我，叫他剪，叫我剪，我就哎呦我。手开始发抖，这样我不敢剪，你知道吗？我反正从一个哭，然后变成我很惊吓，突然变成这样，我一直就然后剪，哎、欸，真的像脆肠哎、欸，那、這个。会想到什么？那、啊、当然啊，你说会不会想到？当然会想到啊，一定会。快到你们以后不要再提他的事情了，好不好？余祥全剪脐带，手抖像脆肠。余天见孙女，想起余燕琪哭了。看到了吗？我看到了，哎呀、啊，靠，白白的，也怎么你像我？像我啦？像你有什么好像我？打光才好啦。恭喜余家诞下第一个宝贝金孙女小元宝，余祥全与爱妻柔柔今年6月才登记结婚，事隔半年就迎来爱女诞生。原本预产期24号的柔柔，昨晚提前见红，煎熬20个小时后，终于一早生下3325公克的小元宝。余祥全说很像他，头很大，怎么会大头？头太大了，那个护士都说他头真的很大。有哭吗？其实他是。出来那一刻，出来那一刻，我差一点撇了，因为真的很感动，就是出来的时候。可是当院长把那个剪小孩，不是他把剪刀递给我，叫剪，叫我剪，我就哎呦我，手开始发抖，这样我不敢剪，你知道吗？我反正从一个哭，然后变成我很惊吓，突然变成这样，我一直就然后剪，哎、欸，真的像脆肠哎、欸，那个。你知道那个？你知道那个脆肠？你知道那个脐带那个脆肠？那个嘣，有剪下去嘣的声音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我也不敢离他太近，我就离他很远，然后剪一个这么剪是这么长，好笑，他应该会很生气，对我。我上次看到笑了，他一直笑，我高兴好哭什么？裂嘴笑啊！我真正的孙女啊，我哭什么？会，我会。几位数？啊？几位数的红包？当然要厚一点的，对呀、啊，要厚一点的。六位数。个十百千万十万，对，六位数。哎，我觉得刚刚七位数也不错啊。六十百千万十万，没有啦。就包一百万这样子。没有啦，我开玩笑的。他比较有钱了，我没那本钱。我当立委，哎，一个月薪水才19万呢，拿包去，包一半给我。会想到什么？想到你不要哎，今天好日子，不要再讲琪琪的事情好不好？哎，一定会难过的、啊。哎呀，那当然了、啊。你说会不会想到？当然会想到啊，一定会。拜托你们以后不要再提他的事情了，好不好？记者也懂，见好就收，马上换个话题。嗯，顺其自然，他一定会的啦，对呀、啊。因为女儿第一个哦是最好，会带小带他的弟。你要确定呢、欸啊，大姐没有带我、啊。大姐是真的，大姐把我抓起来这样，小时候把抓起来这样，二姐抓这样。大姐是比较霸道的、啊，可是管是很好啊，管你们啊。所以你，我跟你讲，你要继续加油，再生一个男的，爸爸可以教你、欸。哎有发生什么秘诀？啊，当然有，知识很重要。不快讲，不快讲，你们这个不要登出去啊！已经登出去了，科科。